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跟黎曼单独见面。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大餐。我吃完饭了。既然你不吃的话，那看来我只能一个人享受了。你没吃饭呀？不都说了有事儿吗？哪有空吃饭啊？你不是跟黎曼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昨天也跟他在一起。你在我身上装了监控了吧？没有。看来这个女人的第六感真的是不容小视啊。自从黎曼出现以后，你就一直心神不宁的。虽然你不肯承认，但是我智商正常，逻辑不差，还是能够猜出你们之间的关系。那既然你这么神通广大，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已经跟他没什么关系了。没有关系，开会开到一半走人。没有关系，放我鸽子去见他。他是因为家里有事儿，我去帮忙。等等，你刚才是在兴师问罪吗？我是失约了，但是我提前告诉你了。况且，咱们之前说过的，互不干涉对方的私事。我们之前还说过要对外隐婚呢，你不是也没经过我同意，就在公司公开了我们的关系啊？你现在怎么越来越伶牙俐嘴了？你晚上吃的是枪药吗？反正你现在跟黎曼的事儿，公司全传开了。谁传的八卦？把名单给我。还不是你提供的八卦来源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现在被你绿了。就算是假的，你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，你女朋友的身份？我听懂了。那这样，明天我就去公司，去告诉他们。告诉什么？告诉他们，你什么颜色的帽子都有，唯独没有绿色的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我自己会说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跟黎曼单独见面。他可是一级的代表。那就各退一步，以后就算要见他，也必须带上我。好。你答应了。我不答应的话，你能让我好好吃饭吗？菜凉了，我给你热一下。哎，凉了挺好吃的，不用热。那个，我也想吃点。不行，你刚刚已经拒绝我，所以这个。都是我的。小气。还真是个蠢考啊，叉子也不拿。